喂，各位兄弟吗？听得见吗？听得见，兄弟。你洞房人吗？我是东北的，但我还没洞房，我没有媳妇儿，所以没办法洞房。要不吃鸡啊，兄弟？嗯，哎，有什么有妹子啊？妹子咋？你要唱哪里？那个叔带你跳，咋跳这里？说中文。完了，你要我讲方言是不是？我跟你讲了，你别跟别人讲了。我那是跟你讲，你就别跟别人讲。我靠，我完全听不懂。我听不懂，你别跟别人讲，别人跟你讲。我跟你讲啊。我靠，小姐姐，你也是。跟你讲，我的死。他的方言呢？我们改女标。女标吗？改女标哦。好的，好的。OK。啊，乌狼啊，小心啊！哎，记住。走，乌狼，你的头上有人了。小姐姐，小心啊！二号，小心，你的头上有人。我们给他赶下去，兄弟。给他赶下去。小姐姐，你也是东北的吗？啊，我听得懂，可是我不是东北的。可你刚才说话说那种方言跟他一样。我学他的，我听得懂一点点，有点。这里啊，大错人，不好意思。那大错人了，大错人了。拍谁？在胡说八道什么？我觉得好搞笑，你的声音。我同学说我的声音特别的好听，推荐我去参加这个中国好声音。我靠，你是不是想多了？真的啦，我怎么会骗你了？我说到做到。你会说唱吗？啊，可以，我带来一本 rapper 给你们听啊！来，我想听儿子娃娃。哦、走起！来，兄弟们，来，我要 rapper 了，哈！螃蟹一呀抓八个啊，两个钱这么大一个啊，摸一摸啊，擦一擦。哇，太溜了！去参加中国好说唱了。我带来第二段了，来听我唱《情所长》了。我们准备好就随时开始，没关系。Five, six, seven, eight。啊，吃葡萄不吐桃不桃皮呀、啊，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，不吃葡萄乱吐葡萄皮的啦。666。这波可以怎么弄的？为啥小姐姐声音变大声了？哎，这突然变大叔了。小姐姐有毒，我们把她杀掉。小姐姐有毒。哎呀，别啊！小姐姐，你枪啊，会痛的。会痛的。前面那个，给他干。我想，倒一个，没事，问题不大。来扶我啊，哥哥。不行，我来了。还有人啊！我这个枪法闻到鲜血的渴望了。四号，你架枪。可以啊。东方路来了，车子也来了。啊！你们两个逗逼。我会把你包错的，没事。来了，前后。啊！弯错了 ，OK。马死，问题不大。问题不大、okay. 不是问题不大，是问题不大。问题不大，哎，没错。问题不大，答对了，没错。给他赶下去，不是，是给他赶下去。给他赶下去啊！这样差不多了。
刚个锤子刚下去。兄弟，我给你讲一个秘密。啊，累累了，兄弟，声音太累了，不行了。哎，兄弟，这里有个四倍镜，要不要？你问我还是问小姐姐？哎呀，问队友。哦，哎呦，哇，你是一个正人君子耶，兄弟，我最喜欢你这种了，不分男女。我喜欢打得好的。哦，喜欢打得好的。哦哦，可以可以，我打得特别好。啊，我打情骂俏特别的好。啊，小哥哥，啊，小哥哥，啊。你们三个是一起的吗？不是，但是我想跟你在一起啊。你们要在一起，在一起，在一起。饮料要不要？饮料我六罐，要不要？我要啊！我口好渴啊！来，喝我的尿吧，兄弟！哇，我不喝。哦，好好好，好吧，来吧。兄弟要不要？要不要？哎，这边丢了，小光。兄弟要不要饮料？来来来，不用不用，谢谢。我这边很多，啊，反正我也喝不到，啊。来吧，解一下吧。哎，我需要一个大壶，有没有？我没有大壶，我有。你要几个？我零个，看你愿意割舍几个？我就两个。好哦，谢谢兄弟。嗯啊，不客气，兄弟。嗯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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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啊。怎么变便秘是不是啊？兄弟，我们要认真了，好不好？我们其实是一个吃鸡战队，配音的吃鸡战队。来，我们喊出我们的口号啊！准备，来，一二三，口号，口号，口号。好，有点尴尬。什么口号？呀，就口号，就想一下，就是口号啊！喊出我们的口号。一二三，口号，口号。口号，对，再上，再一次。一二三，口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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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非常漂亮，非常有默契，准备吃鸡了。哎哎，说我们这里啊，说我们这里，啊，好舒服哦。哎，我们要吃鸡吗？可以，那归起来好了。龟派奇功，龟派奇功。好 ，OK。哎，欸，前面有人啊，傻小啊！有一个在我面前，打到了吗？他死了，他直接死了。不是，不好意思，啊，骂他。孤狼。有九八 K 吓到，有九八 K 吓到滑了，对对，我干掉一下。应该是三打二吧？三打二。他们肯定在下面。完了！哇，到了个位置。多久了？在房子里面，下面的房子吗？那个屋子里面，对，那个屋子里面探头出来一个九八 K， 你们该跑了，你们先走，别接我了，要先进圈。石头也有，房子两个，哇，倒了。不该跳了，兄弟加油，靠你了，不用救我了。外围一个，这里面一个。啊，他妈的，他雷人这么近啊！没打九八 K， 没打他半枪啊，可惜了。
好的，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了。如果喜欢影片的话，可以到我的 Facebook 粉丝专页帮我按个赞，也可以到 Twitch 实况这边跟我做一个及时的互动。最重要的是，记得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，并开启你的小铃铛，你就可以得到我发布影片的第一手通知哦。那我是李听，我们下次见吧，拜拜。